这个地方叫 Northfield，虽然名不见经传，也不是被重点推荐的一个旅游地，还比较偏僻。但实际上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更有味道。也有人说，这个地方就代表了罗浮敦群岛的精神。这个小镇很小的，我们的车停在那儿，然后走下来就是这个小镇了。听说旺季来的时候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是在淡季过来的，看我们把车停哪儿了。这是非常陡的一个坡。